什么？真的叫这个名字吗？他盒子正面有没有？嗯，你有看那个高飘的清单吗？正面有没有？有个大人头，是一只猴子，有吗？就用你的人头肖像，你用我的肖像当这个商标的代言，另类代言人呢？你的名字还用在什么？把我名字放前面。对，因为你的价码，我们那一天有研究。没关系啊，谦哥，没关系了。600，六百台币，台币，600万，150人民币啦，600万台币。那就不用那么多了，宪哥，我们自己人真的不是，你听我讲，600，但他现金的部分他给你60，所以还有540，他就给你，就是等于是差不多十年份的，就给你了。给我箱底的药罐，那我放哪？你可以租一个仓库吗？不是，那放，不是一屋子。哇靠，你屌了！那放两后变成了，人家美国是有金赛博士，有没有？有没有金赛博士？他专门都讲，就男女之间的。对对对，我知道他姓氏。你以后你就是华人的金赛。他快被说服了啦。OK， 好，这就拜托你。没问题。你等一下，我拿一些 sample 给你。好，先做。好。OK， 好。喂，哎，博哥，去哪里？我去那个。就宪哥嘛。对，宪哥，他怎么样？跟你借钱？没有了。是一个那个药了。没有什么了，真的没有什么了，没有什么确定，确定了，我也不我，哎，我还有小孩要养，我也不会拿自己开玩笑。没有什么，他来找你。跟宪哥听多点也 OK 嘛，也没有什么，他也不会糊弄我们吧？不是啊，我想站在朋友的立场啊，就唯一名，我觉得你是可以处理一下。OK 的，你等着，慢慢来。青哥，喂，什么情况？来，你叫两声听听。喂，明，这个你演戏。喂，老师，他刚那个心态怎样？他是动摇了吗？其实多少是人，没有，老师。刚在讲维明，我觉得动心的声音。他没有动心的，没有。其实他只是想买而已。他还正以为有这个。其实你可白刚刚眼睛很亮。我走了，老师。对啊，说什么这样有那么多货可以叫分我一点？你那540万拨一些给他。他很想跟你要。没有这个玩意儿啦。新婚。你现在搞清楚状况了。我知道。接下来，维哥。你要跟我们再去观察下一位，他是也上线，对你等一下就会有下线的。下一位可怜的受害者是，哎，我们待会看就知道。他因为这样子，他现在已经变升到蓝钻石。那你还在绿肥的这个？不行，节目的入会费多少？买那会员卡。冷静。鬼王不愧为鬼王，代言保健食品有什么好怕的？而下一位是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宝妈，当她面对宪哥的邀约演出露点艺术电影，她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要跟你谈的是电影，内地叫做《后泰囧时代》，3500万的投资人民币，然后它可以做出12.8亿，我留了10%给你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你说投资多少钱？10%，我们这一步比较少，这一步大概4000万的，2亿，2亿，对，差不多。你知道宪哥，其实我从小自己一个人去香港赚钱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开始要把顾客都拉到靠近，我从来都没有依靠过任何一个人。谁不一样呢？所以我一直都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。我没有办法做到我自己能够把握的handle 住的一个事情，好，从来不好，因为我觉得好，这个是刚好就你能 handle， 这个电影一定要，因为女主角就是你啊，哇塞，那真的更不能投了。我
妈怎么这么理智啊？这么相当哎！如果是你的话，女主角是你，超有卖的。你不敢明着拒绝，又怕破坏关系。我妈好敢拒绝哦，而且一直说教哎。这一个就厉害了，你演钢琴师，你演钢琴师，然后你的情人是一个只有17岁的小男孩，等于是一个跨年龄，你看听起来就很厉害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大这个男生大了40几岁，哇塞！结果你把他给处理了，做得到？不是。你要做不到，没有人叫你真做，人家演戏嘛。那没有床戏。先哥这样的论述真的很 A 片，不像是一个放了一个电影。哦，你确定？没有宪哥，你确定我有这样子的魅力吗？我做有我做得到。你我不能够硬扑他，你知道吗？戏演下去不是，因为他小男生他也需要你。宪哥太厉害了，他利用女人最大的弱点就母爱。因为他在讲到小男生的女生就会想要表达他的母爱，他觉得他要有能力保护他。嗯，对，他会用这个角色带进去，让他开始嘴巴就没有再说话。要不然刚刚宝妈非常强势啊，对他现在被引导，你面对镜头，然后你的泡沫从身上慢慢融化，不会看到点。哎呦，开心了，也没有。等一下，也没有进入。你确定观众要看这样子的东西吗 ？OK 的。你确定要看一个？我告诉你哈，年近60的一个老太婆的这样子的点。什么老太婆？我告诉你，圈子里面你是美魔女吧？我以为你40几。对呀，我觉得38好了，再讲一包，就是你了，就是没有别人了。我跟你讲啊，然后正面全裸，怎么样？我们这个坦诚影展，宝马脸就这样卖。你刚刚有说泡泡会遮住，我觉得我倩哥真的，你真的是一个好华人版的，你真的是一个好开朗的一个人，华人版的钢琴师和他的情人，然后。但我觉得宝妈在听到她要下去演之后，有放软哦，有，就是好意思，就是让她态度88%这样，不是因为全裸吗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一定要演非常棒。谁？舒淇。舒淇啊，舒淇演那就要找差不多5、6岁的跟她配合了。不行啊，17，然后你达到40岁，这个好不好？我觉得那你10%是留给你了。我真的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讲说，你有你投资的一个理念，我将来相信你有对你电影的一个热爱，我也非常相信。但是你请你了解一下宝妈，因为我呢，我希望我将来的老年生活是依然可以靠我自己的。你这是靠自己啊，宪哥 ，Nobody。你知道这2000万，我要赚得多辛苦吗？你以前有拍过写真？你有拍过写真吗？我没有。你看嘛，人生是不是浪费掉？哇，好爽啊！对你来说，跟我比，跟100块钱没什么两样。好，这10%2000万台币的部分呢，你只要拿600万。奇葩，你还真的听进去哦。你很容易，那你要不要演好了？你刚刚是不是在考虑正面全裸？你要不要现在全裸进去？宪哥，我可以。泡泡也不抹了。所以你的意思说我只要不你不要哦。我想说会不会坑你？那不叫全裸，叫坑八倍。我也可以全裸，真的坑八倍。那个叫做我有母爱啊。那坑八倍，因为你最后是爱上这个17岁的小男孩，然后跟他爸爸演这个小男孩的爸爸，就是我找了一个算是戏好，而且他整个人味道感受都很对，就是那个说出来。究竟是谁让大家笑破肚皮？最精彩的内容全部都在《真的不一样》。